各位同學，咁而家 present 嘅係2016年 DSE Messy Paper 2第三條啊。咁第三條係一條 factorization 嘅問題。咁點樣 fit 咧？抄翻條題目先。咁啊，首先將個16嗱，佢16減括2 x 減3 y 括嘅二次嘛。咁我將個16變做4嘅二次啊。咁四二次就用呢個 pattern 就 a 二次減 b 二次嗰個 pattern 嚟嘅，所以等於 a 加 b 括乘以 a 減 b 啊。咁所以四加呢嚿嘢。同埋四減呢嚿嘢，咁我俾埋括弧落去啦，即係清楚啲啦。四加一嚿嘢乘四加四減一嚿嘢，同埋四加一嚿嘢啊。咁拆埋個括弧之後，就四減二 x 加三 y 呢個咧，四加二 x 減三 y。哇，有冇答案呢？竟然係有喎、啊。嗱，好明顯呢兩個是哪一個啦？就係、是、D 啦，多一隻。好，下一條。